好的，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好，那我们今天呢，主题是介绍这个手风琴的大小。那首先要讲手风琴的大小之前呢，就要介绍各位怎么样去分辨或者怎么样去辨认手风琴的一个规格。那今天会用这个图片解说的方式呢，为各位来介绍。好，手风琴它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没有标准化的一个乐器哦，因为每一个人他可以选用的规格哦，还有甚至它里面的簧片的数量、大小等等，都是很依个人的喜好或个人的需求来设定的。它并不像说钢琴，一般的钢琴大部分都是88个键这样子。那手风琴因为它的系统繁多，所以它的一个大小跟规格跟尺寸哦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变哦。首先呢，我们要分辨手风琴的大小规格，我们就要去来定义哦这个它的规格，我们怎么样去来表示。首先呢，手风琴它分成右手跟左手的部分。那我们看到现在图片上画面上图片这台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键盘手风琴，Hohner 的键盘手风琴。那在图片上面呢，就是它的右手键盘的部分。下面呢，看到一颗一颗的这个白色的，我们称它为 bass，那就是左手的部分。哦，右手是高音，左手是负责低音。那首先呢，我们以外观能来看呢，我们就会讲说这一台琴呢是右手几个键，左手几个 bass。虽然在实物上演奏，我们的左手并不是每一颗按钮都是属于 bass，因为它有一些是和弦，哦，有一些是低音。那如果有自由低音的话，双系统它有一些是，就是不同8度的这个低音，哦，甚至有到比较高的音域，甚至比右手来的高音都有可能，端看你的变音器怎么样配置。不过，在讲述它的规格的时候，我们通称左手这些按钮的数目叫做 bass。好，我们会今天这个主题呢，会以键盘琴当做先讲键盘琴哦，大家先理解了键盘琴的这个大小跟规格怎么来表示之后，我们再来讲按钮琴，因为按钮琴就更复杂了一些哦。右手看到这些键盘，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知道它是几个键。当然呢，你要把白键跟黑键都一起加进去哦，它每一个都是一个单音，所以这一台琴呢，去大家去数一数，其实右手就是26个键。那在按钮键盘琴的状态下呢，这个26个键就是26个音，所以呢，从最低音啊，它是 B 这个音 B，然后到最高音是 C 这个音，所以从 B 到 C 总共26个音，哦，然后左手是这个琴是48个 bass，所以我们就最简单的这一台琴的规格，我们就讲它是26、48。好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在讲述一台琴的规格，我们还会同时讲它的簧片的数目。所以像这一台琴哦，它右手大家这个就看不到了。但是就变成说，你要对这个乐器非常的了解，才会知道它右手是几个簧片。对于说每一个型号，它是有几个簧片，你要非常的了解。像这台琴呢，右手是只有2个簧片，哦，2个中音的簧片。OK，右手是2个簧片，那2个簧片呢，它形成了2个变音器。那我们会讲它右手是2个簧片，然后2个变音器。那左手呢是4个簧片，那4个簧片呢它是没有变音器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这台琴的规格再更详细一点呢，就是说26音、26键、48 bass，然后右手2排簧，左手4排簧，好，哦，再加上右手2个变音器。好，这就是我们这台琴的规格，可以这么讲。这台琴的重量大概是4.9公斤。
那怎么知道他右手有两排簧片呢？第一点，你可以从变音器的符号上面来辨认。这台琴呢，它变音器的符号是两个中音，就两个中音，当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两个簧片。那大家簧片跟变音器的关系，你可以这样想：假如说你这台琴有四排簧片，它就有 A、B、C、D 四个字母，然后它总共可以去组成多少个组合，就是它最大的变音器的数目。它可以达到最多几个变音器，就是 A、B、C、D 这个四个字母来去任意做组合。所以有什么样的组合方式呢？譬如说 A 单独一个 A，单独一个 B，单独一个 C，单独一个 D。好，那我们可不可以 A 加 B，A 加 C，A 加 D，B 加 C，B 加 D，A 加 B 加 C，A 加 B 加 D，A 加 C 加 D，依此类推。哦，总共就会有最多几个，但是一般的琴，大部分常见的琴，并不会把所有的组合都做出来，因为有一些音，有一些组合呢，在我们演奏上是不常用到的，或者甚至是不会用到的。哦，这样这个每一台琴它就会依据它的，可使用的空间啊，去做出它相应对的变音器的数量。那两排簧的琴呢？你可以把它想成 A 跟 B，所以它总共其实有三，应该有三个组合，分别是单独的 A、单独的 B 以及 A 加 B 这三个组合。那因为通常啊，我们这两排簧，我们一个音一个中音，我们是调音会是调准的，另外一个中音我们会故意把它往上偏高的调。那这个时候呢，它跟左手就会。不是和谐的，不完全是八度和谐的，会产生一个拍音的感觉，tremolo 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一般这个在这个小琴的状况下，不太会用到这个变音器，所以另外一个单独的那一个 B 在这个琴上面就没有设置，啊，所以它是两个变音器，这样大家就可以去理解。我在解释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不清楚，哦，大家听不清楚，或是有疑问的地方呢，现在是很好的时机哦，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现场下面留言，可以提出。那这个琴呢，基本上已经算是很小很小的乐器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如果大家有琴的照片啊，你想让我来解释它的规格的话，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台琴。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台琴呢，比刚刚明显大多了哦。可以把它稍微放大。好，右手呢是几个音？大家可以看，从这个音是这个是中央哆，然后这是下来的这个嗦，到高音这个咪，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这是一点哆、两点哆到两点咪，那我们也可以用数字的方式来表示，这是 C4、C5。C6，这就是 E6、E6、G3 到 E6 是它的音域。好，我们就知道这台琴音域是34个音。还有几个变音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5个变音器。那这台琴是三排簧的，所以我们会讲这台琴的规格总共是
右手的部分34个音，左手的部分72个 bass， 右手几个变音器？5个变音器。左手几个变音器？2个变音器。OK， 那他右手呢几个簧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比较模糊，但是他最多，你可以看他最多一台琴最多有几个点，在变音器上面有几个点，这台琴变音器最多有三个点，两个中一个低，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A B C， 然后三个它可以去做几个组合，其实最多可以到七个，那他又把两个省略了啊，两个省略比较不常用的省略了，所以他挑了五个我们最常用的出来，所以这台琴总共来说右手三排簧，左手是四排簧，四个八度的低音，然后去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然后两组变音器的搭配，所以这台琴呢是34 72，然后簧片数量是三，簧片数量左手是四，变音器数量右手是五，左手是二，这样我们就知道这台琴的规格是这样子，我们来去表示这台琴的规格。好，那接着下来呢，为什么手风琴要这么多规格呢？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像大家学小提琴或大提琴，它其实每一个年纪适合的乐器不一样，那手风琴也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承重的能力也不太一样，再来就是说年纪，小朋友学的可能用比较小，那如果专业演奏他会需要用到越大的乐器哦。那其实72呢，一般来说从小孩基本上高年级以后到成人其实都是适合的一个重量。好，那这台琴的重量大概是6公斤 5点多公斤到6公斤之间，也算是手风琴中比较轻的了。大家要知道手风琴的重量并不是要你背在身上用你的肩膀来去承重，而是说你坐下的时候要有很好的姿势，把这个所有的重量放在我们的左脚大腿上面，然后这样才会掌握一个手风琴真正好的一个姿势来去演奏，也不会觉得这个乐器很重。所以6公斤其实大家要知道这其实是算轻的乐器，因为这是小朋友在拉的，基本上小朋友在中高年级就适合拉这个乐器，所以你就哇这个乐器好重，其实你要用对的姿势来拉，因为大部分在台湾早期是前些比较自学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掌握对的一个姿势，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乐器很耗费力气很重的感觉，但其实并不是哦，你一定要掌握对的技巧，就像如果你自己不会拉小提琴，你可能也会肩膀受伤啊等等的，这样或是手受伤，这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去学习正确的姿势。好，那还有正确的配件，你的肩带怎么样调整，你的后背扣怎么样调整，你这个乐器的包包怎么背，甚至有一些是像我自己是用行李箱式的托，像拉行李箱一样哦，那就会减轻很大的重量。这是大家要去可能要去学习也要去理解的一个地方。好，这就是我们的72 bass 的琴。好，那我们再讲更大的乐器讲，接下来我们再往上一阶，刚刚我讲的这些规格都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26配48，第二个34配72，接下来好，接下来这一台琴呢，大家可以看到右手的部分。好，右手的部分呢是键盘，它是37键。那37键有两种可能性啊，从发到发，或者是从收到收。那这台琴中央都在这个位置，好，哆西拉嗦，
所以是收到收，OK，37个音，比较特别的，大家知道看一下这台琴有几个簧片，大家就仔细看这边。这台琴总共有四排的簧片，那它很特别哦，它是三排的中音搭配一排的低音，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般来说叫做 musette 或者叫大拨音的乐器。OK，所以它有怎么样的组合呢？它也是做了挑选一些比较常用的出来，单一个点低八度的。一个低配一个中，两个中配一个低，这也是两个中配一个低，但是大家要知道不一样，这三个中中间的这个中，这三个中，哦，我们讲正中间的这个中，它调音是准的，好，哦，下面的这个，调音是偏低的，就是假如说基准音 A440 或是442。那它就是偏低的，这个是偏高的，所以这两个的效果也会不一样。这个听起来是偏低的，这个效果听起来的波动是偏高的。这样子的调音在法国音乐跟意大利音乐都非常的常见。那么意大利音乐呢，一定要用这个，就三个的叫大波音，就是三个同时振。它的音量会更大，然后播音的效果会更好。好，这是两个中，好，偏低的两个中，偏高的两个中，单独准的这一个中，去做出这些变音器。那左手呢，它是96 base，大家可以去数一数96 base，所以37大部分配96，也有配80。好，80就是少了 diminished 这一排，还有几个变音器，五个变音器。那大家外观是看不出来几排簧，看不出来。那你怎么知道？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对这些乐器是比较了解，我们知道它的型号，所以我也知道它里面的装配，会搭配几排的簧片。这个琴左手就配五排的簧片，所以也才能做这么多的变音器的组合嘛。那并不是说五个变音器就是五排簧哦，不是这样说的。那五排簧也可以做到七个变音器，甚至九个变音器，可以的。右手四排簧，它也不是所有的组合，而是有一些组合我们不太会去用到它，我们就先把它省略。因为这个每一个组合呢，其实大家想，多一个组合其实都是多一个重量，它的变音器的这个传动片都要去加做设计，里面的传动片也要多做设计，所以都是一个重量。所以要怎么样在功能，手风琴就是一个在功能跟重量达到取得平衡的一个希望去取得平衡的一个乐器了。所以呢，他们就要去做取舍，需要什么功能，不需要什么功能，然后重量怎么样可以减轻，这是手风琴最需要的一个要领。这就是37，通常配96，然后四排簧。好，那大家如果有，还有就是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规格，也是常见的一个规格。好，这一个琴呢，就常见的规格，大家可以看右手，这比较大了。这一个右手呢是41个键，它同样是四排簧片，大家可以看，哦，最多四排簧，然后一样是刚刚大拨音的结构。OK，变音器的排列大同小异，几乎一样。右手通常41键是从这个发，这是中央哆，所以是从 F3 开始，然后这是 C，然后 C4、C5、C6 到 黑，
六，名字是 A4， A6， OK， 到 A6 这样子的一个音，然后从发到拉是常见的41键120。那如果要说手风琴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规格，这一个41搭配120就是键盘比较标准化的一个规格。好，那左手几个变音呢？我们这边看一下，一二三四五个变音。好，左手120个 bass。好的，我们可以看到41键，右手四拍黄，左手五拍黄，41搭配120 bass。这样子的规格可以说是比较，如果手风琴有一个标准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标准规格。一般重量大概在10公斤出头，10到11公斤左右，这一个就是标准的规格。那一般来说，掌握对的演奏姿势应该不会太重，而是你一定要掌握对的演奏姿势。如果错了，那就肯定会觉得重，因为这是标准的规格。基本上上了高中，15岁差不多就可以演奏这个乐器了。那很多年纪大的，像在国外，一般来说演奏到70、80岁也都是演奏这个大小，甚至有些人他太小的琴他没办法弹。那再来说，用轻的琴是不是比较省力呢？其实不是的。如果你要讲说你是站着演奏，你时时刻刻都站着演奏，那有可能比较轻的琴对你来说是有利的。啊，你因为我们站着演奏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乐器背在肩上嘛，等于说你要用自己的背跟脊椎去支撑这个乐器。但是如果你坐着演奏的时候，如果这个乐器比较小、比较轻，它可能在你坐下来的时候，它并不能够到你的脚。啊，你不能很轻松的放在你的脚上。如果你还要弯腰驼背才能放到你的脚上，那代表说这个乐器对你来说是太小，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费力。因为我们的乐器放在脚上，其实是不会让你的背承受太多余的重量跟压力的。哦，那如果说你反而拿了一个比较小的琴，希望比较轻松的来拉，但是你却坐着的时候都要用肩膀来支撑的话，那这一个乐器反而对你来说是更加的费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挑手风琴的大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哦，并不是说越小的琴，键数越少的琴，它就越省力，并不是这样子的。好，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乐器，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身高，就是我们坐下来背挺直，甚至就是肩膀放松、背挺直的状况下。那椅子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甚至38公分到42公分之间的这一个椅子的高度，你坐着下来的时候是可以背挺起来的状况，肩膀下缩的状况是可以把乐器刚刚好放在我们的左大腿这边放好，这个乐器才是适合你的大小。如果比较高的人拉太小的琴，那反而会让你更吃力。大概是这样子。那一般我们坐下来，女生的身高一般来说34、72没有问题，坐下来，没有问题，甚至160公分左右的人，34键都不太会有问题。端看你怎么样去，你的姿势怎么样去用力，怎么样去做这个演奏的姿势，还有你的使用的肩膀、肩带的这些配件，还有后背扣的这些配件。对演奏的乐器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要去注意这些细节。因为其实，在很多地方，不是只有讲欧美哦，因为欧美人可能比较壮，不管男女可能都比较壮。在其他亚洲国家，譬如说日本、韩国、大陆、东南亚等地，都跟我们都是一样是亚洲人，但是他们其实，因为有比较系统化的学习吧，这些他们从小的这些小朋友都，很容易掌握姿势，还有该用的这些配件，还有椅子的高低，他们都会去注意这些细节，所以他们在演奏起来并不会觉得这个乐器有太重，
反而是大家要去注意这些细节。因为一般160公分的话，34件72 base 是没有问题，甚至160公分以下，因为我带的一些国小的这个儿童乐队的团员，他们其实从小四开始，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可以拉这个琴了，在我的指导的正确的姿势之下，他们就可以演奏这一个大小的乐器了，而不会觉得感觉到重。所以其实重点是怎么样掌握这个姿势。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不同的大小，我们再往下看，同样的一样是41 120 base， 但是有什么样不一样呢？这个从外观就比较难看得出来了。OK， 这台琴好，我们看到右手跟刚刚一样是41键，那它的变音器比较多，为什么？它这个变音器大家可能照片不太明显，不过它是四排簧，也是四排簧，但是呢，它是低音，然后两个中音带一个高音，所以它可用的组合，或者说常用的组合，会比刚刚一个低音三个中音来的多，因为三个中音它都是中音，然后调音是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不太会需要调音比较高或是比较低的单独的存在哦。那这个琴呢，因为它是一个低两个中一个高，那高中其中一个中跟低他们要调律要以同一个基准音来调，其中另外一个中音因为有两个中音嘛，其中一个中音会偏高，去做不同的排列组。为什么要偏高？大家可能会好奇，因为两个中音，一个是基准音，一个比它偏高，它就会产生 tremolo， 就是所谓的颤音哦。这个我们意大利的术语叫做颤音啦，但是它其实也算是一个颤音，它的两个声音的波哦会这样子呈现，这样两个这样子的形状去颤，所以就会听起来。它有一个频率叫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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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在拉的时候嗡嗡嗡嗡嗡嗡嗡，类似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琴就是我身边的这个琴就有颤音，大家听这个单独如果没有颤音是这样，另外一个偏高准的高的，这是高的，两个在一起嗡嗡嗡嗡嗡啦啦啦。会这样子，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那这个其实也是手风琴的特色之一哦，就是手风琴就会有一个这种 tremolo 的音色，也是我们手风琴的特色之一。所以为什么手风琴要这样设计？因为自从几百年前，手风琴的特殊的音色、特殊性就在这边，那也是大家比较习惯手风琴的音色。左手是120 base。有变音器比较多哦，1 2 3 4 5 6 7，所以这台琴我们会讲它41键120 base， 右手几个变音器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个变音器，左手7个变音器41 120 13 加7，右手几个簧片4个簧片，四排簧片，左手几排簧片，五排簧片，但是它有个特色，这边外观也看不出来，你可能稍微以它的形体看得出来，如果把这个盖，这个琴盖拆掉，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回声，它有两排回声，所以可以这样讲，41 120，然后四排簧，五排簧，然后13变音器，7变音加两回声。回声槽分别是在一个低音跟一个中音，这个大家就看不出来了，可能就是要比较专业的理解这个乐器的人去跟大家解说。回声是怎么样？就把这个簧片的结构，它在琴体内的结构做一些改变，可能再加一个木头的有一个盖板，一个盒子，或是金属做的盖板，它就会再产生一次的共鸣。在拉的时候，它这个簧片先在这个木盒子里面。卡索托在意大利语就是盒子，木盒子，在这个木盒子里面先产生一个共鸣，再出来，或是有时候是会做金属的卡索托，再产生一个共鸣，再出来，
哦，那他的声音会更温润，更加的温润，也会更加的洪亮。当然呢，如果是卡索托的乐器，它的价位会比没有卡索托再贵个几乎30%左右。好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专业，甚至说业余比较高端的业余玩家，他们选琴的一个基本的配置，基本就是41、120、四拍黄、五拍黄，右手11到13都可以，左手5到7都可以，然后有两拍回声。最重要的变音器反而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反而是41、120这个最重要。再来，右手四拍黄，左手五拍黄，第二重要。再来回声，这三件事情大家就了解。这台琴的重量呢，大概就是12公斤左右，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一台琴。那这个琴呢，我来演奏是差不多，最大我的极限是可以到这台琴的大小，我可以来演奏。大家对于这个乐器有没有什么想要发问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你会想问有没有更大的琴？其实有的，来，我找图片给你们看。我找一个现在最，应该是说市面上最大的，有人在用的。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学生使用这个琴。这个琴呢，就是键盘里面最大的。好，刚刚那些都是所谓的传统低音那刚问有四拍簧，右手四拍簧，还有没有再多呢？可以再多，最多到五拍簧，它变音器会更多。但五拍簧就相对起来并不是那么常见，因为它重量真的太重了。那也并不是说业余或专业要这么大，其实你有需求想要这么大就可以这么大。好的，这一台琴。这是皮吉尼，世界最大的名牌之一。好，我们看到右手有几个音，大家可以数一数。它右手从最低的降咪，这个黑键，这边的黑键，到这边的黑键，降咪到这个升 C。总共有可以做的达到47个音，但是我必须老实说，这个琴我就拉不了。我坐着的时候，这个差不多到我下巴这个地方，就是我坐下来背上这个琴，差不多到我嘴巴下巴这个地方。我有拉过这个琴，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太重了。这个可能真的欧美人或是身高180以上，可能就可以驾驭这个琴。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颗一颗的按，一颗一颗的这个，我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看。这一颗一颗的叫做什么？它叫做下颚变音器。来，我这边放给大家看。这个叫做下巴变音器，或者叫下颚变音器，我们叫它 chin register。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下颚变音器，所以可以用下巴来按，来切换，就是下巴来换音色，就是这样，下颚变音器。为什么要下颚变音器呢？因为像会买这个琴的人，他通常是要弹奏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曲子，古典的乐曲，或是现代乐的一些作品它难度很大，
它弹得很快，可能你没有时间去换，没有时间去从键盘前面换音色，你必须用下巴来按。就是为什么要下颚变音器？再回到刚刚那一张，好，右手。总共47键，左手但是一样是120 base。好，那变音器数量，应该也是十几个，我看一下，13或是15个，他做到15个。好，左手的地方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它这边有一个横杠，有没有看到？1、2、3、4、5，上面5个变音器，下面还有一个横的，这个叫做自由低音的切换器，它可以同时切换。自由低音这个系统，还有传统低音这个系统，总共2个系统，所以我们叫双系统。英语叫它 converter，就是这台琴是可以 convert，它是纯机械的工，就是从纯机械的结构，它可以去切换传统低音，就是我们刚刚讲 bass 加和弦这种系统，或是单独的这个自由低音的系统，每一个都是一个低音。左手120个 bass 嘛，但是它在自由低音系统。它可以达到58个音，58个音，光左手就有58个音哦，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就是属于键盘里面可以说是有人在使用的最大的一款琴了，Nova 的这个 Pigeon 的 Nova 也是算是现在键盘琴里面可以说有新的琴最贵的。新制作的琴里面最贵的一个型号了啊，大家看到这边亮亮的有没有？它的标，这就是用贝壳，真的贝壳去做的，所以它只能说有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感觉了。好，Nova 是最大的，重量是多少？重量13.4公斤。那必须老实说，这台琴我就拉不动了，可能留给长180公分以上。或者说他对于真的演奏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很有兴趣的同学啊，其实也蛮多人演奏这一台，至少我就遇过4、5个吧，4、5个。键盘琴的最大极限就是到这边了。接下来讲一下按钮琴的规格。按钮琴的规格其实，以肉眼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按钮琴有所谓的假键，就是说它那个琴啊，它叫做 blind note，就是说那一个钮它并没有声音，它压下去是没声音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它可能是为了外观的设计。就是说，有一些音在内部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个音，但是我们的外观不能少一颗按钮啊。那我们先从这一台就是比较，也算是比较大型的按钮琴吧，来讲。好，这个是天狼星的型号吧？我们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也是同样是普京的，这个基本上也是音乐学院的学员，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热门的啊。好，看到右手这台其实 B 系统，所以右手呢，我们会说它有几种方式啊，就是说你把这边所有的按钮算出来，几颗按钮，然后几颗按钮，但是接下来就是说实际的有效音是多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后面两排是重复的音，重复前面第二前面两排，所以你不能把它算进去。它这边有106颗按钮，但是实际上的有效音。就只有几个音，右手是64个音，好，这是不，这是前三排的这些音啊，OK，所以从哪个音到哪个音，从这个 B 到这个 So 这样子，64，大家可以理解吗？怎么去算？其实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算。这个就是没有假键的。我看一下，
他应该是没有假借，对，对，他是这个情就是没有假借，有可能这个，对，已发，这 B 系统嘛，已发，对，对，没有假借，这样子的设置。右手到了64个音，咪到嗦，左手呢一样是120，然后带自由低音58个，这个就是等于说音乐学院的或者专业演奏家的标准的一个规格，好，不会再就不就是这个规格，基本上都是这个规格。那我们讲轻松一点的乐器，像说小八扬好了，我们来一个小八扬。好，今天来一个小八扬，我来开一个小八扬。好，这个小八扬。好，右手几个音，就是从嗦到嗦，明显的37个音，但它的重量啊，要比我们键盘的37小非常多。大家看它的大小就知道，这台琴大概5公斤而已。那左手就60 bass，大家可以去数60个 bass。几拍簧呢？右手是2拍簧，左手是4拍簧，它都没有变音器，这就适合带出门，非常小的一台琴，也是很适合入门。但是这种琴的声音反而有时候很大，因为它的风箱的效率非常好，你轻轻的一动，它就可以传到整个簧片，就整个响动，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容易演奏大声，或者表达那个 articulation 啊，或者表达我们乐器音乐 dynamic 的一个乐器哦，所以是这样子的。OK。然后呢，接下来大家线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想要我来讲一下什么乐器的一个重量？大家有没有想要问题想要提出呢？你可以把照片贴上来啊，或是说，把网址贴上来也可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所以手风琴的大小怎么样决定？怎么样选择自己手风琴大？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亲自的来背背看，你亲自的背背看，然后你去在正确的椅子，椅子非常重要，正确的椅，选择的椅子下，再来加上正确的姿势，正确的配件，你的肩带。你的后背扣、你的手的姿势、脚的姿势，这些都在正确的状态下，你来演奏乐器，然后接着再来听声音，这才是适合你的大小。所以你一台大小，不要说我今天就是要小，小反而有时候我看过长得很高180，但拉一个60 bass，那反而更吃力。所以这个是。因为160，刚刚讲身高160，其实就适合34、72 bass 那个大小。其实在按钮琴上，它已经可以是比较大的按钮琴了，甚至已经是可以到120 bass 的按钮琴了。所以大家就不要去执着在，它的规格，反而是你是要亲自去拉，而且按钮琴它的大小并不统一，有些。键盘做的比较大，有一些键盘做的比较小，它都会去影响一台琴的重量，还有演奏起来的那个手感。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两个乐器。好像这个我们很多同学选购的一台乐器，它外形长得很吸引人，是这样。OK，
大家光看哦。对。其实他的右手，就是几个音，大家比较难去看。其实我们就去数，我自己是这样数，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乘以三，四十五，但是加一，这个没数到，然后这个补过去，所以就四十六个音。那这个可以这样数的状态下，是因为我知道这台琴它前三排都没有假键，我知道它 前三排没有假键，你才能这样数。如果有假键的话，不能这样，就不能这样数了哦。大家要知道哦。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假键。对，但我们就不太会弹这个音了。左手是96，没有变音器。那大家看，你会以为这个琴没有变音器，但这个琴的变音器在后面。它就是反过来，有时用大拇指这样去扣的，变音器有些是坐在后面哦，并不是正面没有就没有变音器。大家要去，就是知道这个规格的话，就要去了解多一点。所以这台琴我们就可以说它是46音，96 bass， 然后这边两排簧，这边四排簧，右手就两个变音器，左手没有变音器 ，OK， 是这样子的一个规格。待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在背后的编音器的照片。好，这一台接着下来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台，这台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外观吧。好，这台琴呢，它是自由低音的琴。好，大家看到这个 chin register 这边。坐在这边，一二三四五，五个，好，消光的，来看一下它的质感。好，这是 B 系统，键盘上这个记号呢，就是标注出 C 跟 F 这两个音，通常是这样子，全部消光，然后120 bass， 然后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变音器搭配一个自由低音的切换的杆在这边。好，它左手是61个自由低音，右手是61音，左手是我印象中这一台应该是55个自由低音，55个自由低音，就是比刚刚的那个比基尼再小，天狼星再小一号，61配55自由低音。这是它的一个规格，那同样是四排簧，然后配两个回声在右手。这个大家要一般来看可能看不到，这台琴的重量大概就12公斤，但键盘琴最大的琴，它也比钢琴键盘的，不一定是最大的，就是它都比它小，所以自己的身高啊，或是你能拉的这个。就是这个手的长，还有整个身体的长，你也可以，如果说比较小一点的，说不定你在选择八扬的时候，你反而能得到比较多的音域。在同样的大小之下，你大家也可以依据这个原则去选择你要键盘还是八扬。很好的问题，王安问了，切换自由低音，左手58个音，剩下的62个怎么配置？首先58个它一样有一排是重复的，它三排是不重复的自由低音，然后有一排是重复的，那原本靠近 bass 的，就原本在 bass 前面，就是前面两排嘛，前面两排前面两排是原本的跟标准低一样 bass， 那两排不变，两排不变，再来有一些按钮，它就没有功能了，没有音了，掉下就是空的，空的没有音。如果说你看刚才讲，有些琴左手一样是120 bass， 但它可能只有52个自由低音，那你会，那不是更多的音就没有吗？那它可能就没有音，那个音，那个就是没有，
按钮就没有按下去就没有音，空的。但是你切回传统低音，它又回到原本的和弦音了。OK，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一个疑问。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解释这个乐器的大小呢？大家可能就要有一个概念，今天就跟他讲一个概念，怎么样去表示一台琴的规格。再来呢，就是怎么样去选择自己适合的手风琴的大小。那我刚刚讲的几个要点，就是你要找一个第一要素，适合的椅子；第二要素，正确的姿势；第三要素，正确的配件。在这三要素达成的条件以后，你再来试乐器，你才会知道你的乐器，你适身体适合什么样的乐器。那你不要，有些同学会说啊，我就是要演奏什么什么世界名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些名曲是比较难的曲子，它可能有一些音，那个琴要很大才有办法。那你一定要买那么大的琴吗？但是不一定，就其实是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改编啊，我们的变音器可以去做变化啊，你可以透过变音器的变化去弹到你要的那个音啊。所以变音器的配置在你选乐器的时候也是很重要。你要选择带高音的，还是带波音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带两个低音的？我的琴本人的琴就是带两个低音，两个低音，两个中音，四拍簧。那也有两个低音，两个中音，一个高音，也有五拍簧这样子，或是一个低音，三个中音，一个高音，五拍簧，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就要看，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老师，你就要有一个老师。如果自己不懂的话，你就需要一个老师帮你去想，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乐器适合你，什么样的在曲子，一首曲子能怎么样去安排不同的变音器的切换。其实这是在手风琴蛮有趣，也不太容易，有一些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有看过管风琴音乐会吗？我自己有看过一场管风琴的音乐会。管风琴音乐会，管风琴师在演奏的时候，其实他旁边有个助手，那个助手在干嘛呢？那个助手在帮他换音色，切换音栓，他也要看着乐谱，然后看老那个演奏家演奏到哪里，他要帮他去切换。其实手风琴是不是你不需要人家去切换，但是你是自己切换？所以我们设置了下颚变音器，还有这个手掌变音器也有。所以呢，你就变成说你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在管风琴就是要请一个助手，甚至我看过有两个助手，管风琴是在演奏，左右护法帮他去切换这些音栓。但是管风琴音栓那就更多了，上百个，难度更大。那手风琴没有嘛？手风琴右手我看过最多20几个，算20个好了。左手我看过最多大概9个，那就这几种配置，右手20几个，左手9个，去做搭配。好，那就可以，这就是手风琴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吧。你就感到这个乐器很多的可能性，就像管风琴一样，但是是可以带着走。所以刚刚讲到你如何去选你的乐器，就是你必须在我们前三个条件都符合的状态下，第一，正确的椅子；第二，正确的姿势；第三，正确的配件。三项皆符合，你再去背这个琴，然后再去考虑你要拉什么曲子，你才会得到你适合的乐器的这个大小。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就是可以去想一下这件事情。所以主要是导正大家的观念，并不是越小的琴越适合你。看过太多同学他就是要小，哇，反正拉起来很吃力，因为他要用脊椎的力气一直背着这一台琴，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代表你一开始的这个姿势错误，哦，就影响很大哦。好，我找一个照片是有这个后背在变音器在后面的，好，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讲到的这个变音器在后面，好，大家看到了这个乐器，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好，就是在后边的变音器，早期的法国琴，我自己的琴也是在后面，后面就是为什么呢？他可能用大拇指切比较容易，可能他学觉得这样也快吧。然后我的琴就是这样，那怎么去看几个？这台琴是五个没错，但是我的琴是双向，这个琴是单向，就是你切就是往右切就是单一个变音一个音色而已，你切下去就是一个音色。但是我的琴是这一个控制的按钮嘛，可以往右或是往左滑，它是呈现两个音色。好，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有能够帮助到大家理解。啊，振华问的非常好的问题，音不够的时候可以经由变音器往上延伸或往下。对，变音器的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在音不够，因为音本来就不会，你本来就没有办法像钢琴那么多音嘛，所以本来就会不够，所以变音器就是往上八度或是往下八度。但是大家要知道，并不是每一台琴都有这个带往上八度啊，大部分往下八度是有，所以你在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选有往上八度有往下八度？所以你要有一个 L， 又要有一个 M， 所以你至少要有三排簧，低中高嘛，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四排簧的话，你一定要有低中高三个元素，那你可能有低中中高，或是低低中高都有可能。那五排簧那当然没有问题。好，所以这是变音器最大的一个用途之一。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有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都在私讯或是在留言，或是说你把乐器的照片想要我们解释它的规格的话，看不懂我们也可以帮你解释。好，那刚刚讲的三要素，正确的椅子，正确的姿势，正确的配件。好，那想要试乐器，你不一定要买，你可能就是去了解自己是身体还有你自己的音乐取向适合的乐器，不是叫大家来就是一定要购买，只是希望大家对自己适合的这个乐器有更大的了解，不要说懵懵懂懂的啊。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亲自来试到这些乐器呢，可以来看我们上面的这一个活动啊，手风琴乐器展，我们会准备手风琴专用的椅子，同样也是我们优秀的学生学员。非常棒的木工老师设计制作的，专门适合手风琴，现场会备有四把，可以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正确的椅子上面，有稍微高一点点的，有稍微低一点点，所以适合两种身高段，然后再来有老师，非常多的老师会在现场带领大家找到正确的姿势，再来呢有正确的背带。后背扣、配件等等。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呢。如果还有任何疑问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或是私讯粉丝页。那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很乐意回答。好，那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内容、线上直播课程。再来呢，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这些频道，给我们一些支持。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了，明天晚上同样8点，欢迎大家再锁定我们的直播频道，我们会邀请王雪老师带来我们的新一季的谈谈手风琴节目。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拜拜。